不行，他们给我围起来！哎呀，你说我选哪个好呢？一个斯文，一个狂野。 我还是选斧头吧。干嘛不走啊？你还是把你的披风和斧头扔了吧。为什么？太丑了。我觉得好好看。你看这皮看起来多贵啊，多霸气。别动！你干嘛带我学？啊？哎，你别脱啊！别脱啊！ 哎，不是他们都穿的很艳，我这样太素了。草兔子呢？你还要回去？我干嘛？哎，你别挠我呀！哎，痒。有了它，就不素了。 这的人为了喜欢的人都很勇敢，那你呢？我喜欢。李公子，你们好了吗？ 李公子穿什么都好看。哦，入口好了，咱们走吧。来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解穴呢。我只是要你别动，我没点你的穴。奸商大骗子。 龙公子，两位这次来哲罗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普洱茶，眼下还帮我们寻到了失踪已久的水路。您二位一定是山神引到我们这里，给我们哲罗带来好运的使者，所以今晚我们就用我们哲罗最吉祥的火圈舞来庆祝。 你们宁城人会什么才艺吗？唱歌跳舞之类的。那可多着呢。龙公子的锅庄舞跳得可好了。锅庄舞听着就很有趣啊。想学吗？我教你。来，把手给我。来，往前啊，预备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后退。六、七，嘿。二、三。 七八。
殿下，您这一路日夜兼程，从长安赶来，眼睛都没合一下，那马摔倒在泥塘里，起都起不来了。你们就是担心这龙姑娘的安危吗？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人了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？只要她没事就好。可能是我想多了，草木皆兵。殿下。我有话对你说。哎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这么神秘。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你说。其实我喜欢。啊，我们和蛇罗有了这个约定之后啊，也算你说的，咱俩开始平起平坐。合伙了吧？曹燕和茶叶都是你起头，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。这一次，你是掌柜。这买卖还没开始呢，就把自己摘出去，看把你给惊的。如今啊，已经过境，明天和他们分开之后，我们去加尔木办完事。这回银城的路上，可得好好把这一路上谈好的生意给合计合计。好啊。那没什么事就回去吧。你刚才问我有没有喜欢过的人，我喜欢。你们给我围起来！你二人身为我大唐子民，竟然违反律例，赶紧俯首乞儿认罪吧。违反律例？陆长风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胡说什么？嘿，敢辱骂本官，把他们给我拿下。干什么？你这个老贼，上次也是突然出现，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护送女儿图治病，私藏我大唐禁止出境的兵器锻造谱出境。按照大唐律例，将兵器私运外人者，理当绞杀。